基督徒其中一個最難的功課，我自己覺得就是要做一個感恩的人。而這個感恩的挑戰呢，就是說凡事謝恩，特別在困難的日子，在憂慮的日子，不開心的日子，甚至乎沮喪的日子，我們都要感恩。所以我鼓勵大家不要專注在魔鬼的工作上，可能你近日你見到很多魔鬼的工作在香港發生，專注在神的工作上。上個星期的福音主日，我們有五個朋友決志信耶穌，這個就是證明了神的靈仍然在工作，無論魔鬼的攻擊是怎樣。樂隊信和大家分享這首感恩的頌歌，裡面有很多首都是我們軍歌，由628首去到630首的謝秋節的歌曲所組合而成。希望帶出一個訊息，就是我們每個人都能夠做一個感恩的人。